今天晚上在福建省这个厦门海沧镇这里，吃个快餐啊，然后接到了，还有新加坡海沧镇的海景街的哦，那个阿哥说等会去那边，去那边有可以搭帐篷，庙里面搭帐篷还能洗澡。今天晚上这个是14元，一个汤3元。就17元，这个挺分量挺大的，这个挺实惠的。吃完我们再去搭帐篷吧。昌宁入口站。阿叔在和阿姨帮我规划那个转，明天去岛内玩的路线了，帮我写出来。外面的狗老是在叫。没有绑的，然后是人家村里面的，镇上面的那个也可以说是，就是人家寨子里面了。狗没绑，然后我来到他地盘这里搭帐篷，他就老是在叫。狗是有主人的，但是也没人管了。然后有人的狗我又不能去弄它，老是在叫，睡都睡不好，没法睡啊。明天换地方吧，这地方不能露营。昨晚我在这里露营，在这个厦门海沧镇一个巷子里面的一个戏台，济金宫戏台。昨天晚上这边有狗一直在叫，睡得不是很好。然后这边是一个寺庙，这边有个厕所，昨天晚上在这边那个厕所洗了个澡。这个露营地很完美哦，然后里面很阴凉，现在外面出太阳了，里面也是非常凉爽的。我就搭了一个内帐，外帐不用上，上外帐太热了。这边有几个插座都是没通电的，充不了电。这旁边停了很多车，这个是一个比较适合停车的地方。我从这个巷子进来的，巷子很窄，基本上就只能进那个小三轮，或者是进摩托车，小车是进不了的。这里属于是老的海沧镇，现在新的海沧镇，听那个昨天晚上那个阿姐说，新的海沧镇是搬到另外的一些地方去了。前面这个建筑，海沧村陆美社老人活动中心。我是昨天晚上在这旁边吃那个晚餐。吃晚餐的时候我就问老板说，这旁边哪里可以露营，老板就带我来这里了。然后老板还帮我规划今天去那个厦门岛内的公交线路和旅游景点，昨天晚上规划了几个小时，帮我规划好了。这是一个戏台啊，就是有唱戏的时候才用到，平时的话是不用到的，所以可以搭帐篷没有问题。